现在是凌晨三点，书桌前的屏幕微弱的光线，没写完的歌词，定格的照片，时光散落在那些夏天，一张让他青涩稚嫩的笑脸，物是人非之后的熟练，你也看不见我的蜕变，吐出烟雾弥漫了空间。如果把你换作我，我会怎么做？是否像你一样咬紧牙关不认错？也许有天你会回到这里看看我，因为所有的我都会像你一样飞。总是强调你的态度，希望能有人记住，努力的拔苗助长，推动自己的进度，愤怒嫉妒对自己太酷，想分个胜负，但最后发现所有人都没有去在乎，伤了自己的心，不知该怎么过，在前往各自集中跳了一个窝，也许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或者是个错，但